好啦，又睇下，即刻同大家揭曉嘅咯，可以話。一嚟就落手啊！仲有，哇！基特，哇！信心上嚟咧就真係唔同講法啦。嗱，雖然咧就嗱呢個速度係跟唔到啦，咁但係咧都仍然係可以掙扎得到。咁啊，李宗偉剛才第二局咧就稍微鬆少少咧，就結果咧就反而自亂陣腳。咁啊，基特咧就打到第三局咧都仍然係可以扎扎跳咁樣即係出場啊，即係體力方面咧應該就即係冇乜太大嘅影響。咁啊，再加上咧，就今日佢網前波咧，就手風真係好順啊！就李宗偉好多時咧，就係網前反搓網嘅時候咧，就反而俾阿基特咧就搓翻轉頭。即係無論正手或者反手，今日嘅成功率真係好高啊！佢正手搓贏兩次咧，其實佢攞點都唔高嘅。係，賴一賴網，仲有好多啲咁嘅楞網咧，就今日都好多球噶啦。李宗偉攻啊 ，Peter 基中路都仲得啦，即係抽翻轉頭，哇！呢邊啲印度 fans 嚟嘅，原來係捧基特場嘅。好啦，嗱，見到第一局嘅呢個表現之後咧，就以為第二局咧就應該就都幾難打噶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反而咧就基特咧就佔有呢個主動權喎。咁啊，已經係攞到一局咧，就已經係。即係跌曬眼鏡啦！咁如果基特可以再贏埋一個嘅話咧，我諗成地都係眼鏡噶啦。咁啊，雖然我副眼鏡跌咗啦，我就唔介意喎。真係。咁如果佢可以東山再咁啊，我諗對喺對羽毛球嚟講係好事啊！真係冇計啦！喂，話哇幾多球啦已經，依球仲要咁樣賴法。嗱，有陣時順起上嚟就係咁啊！哇，真係嗱，而家輪到呢邊咧，就同你 say sorry 啊！哎呀！李宗偉將第二局啲失誤咪帶埋落第三局啊！啊，頭先影住嗰兩位肥仔肥妹，好似幾日嚟都喺度睇波。哇！真係唔同講法咧，就真係隨時爆冷啊！咁啊，我諗即係我賽前嘅預測咧，就可以話係完全係即係估唔到啦。呢邊咧就越打咧就越冇信心。之前嘅瀟灑咧就冇曬啊！李宗偉啊，過往呢一板波咧係十拿九穩嘅勝手區。真係估唔到啊！啊，依下嘥咗，勝手自己錯網出出界。睇下李宗偉會唔會係打翻定啲啦？即係第二局打到目前嚟講，都有少少失常咁嘅感覺啊！又夠到，係估到啊！好嘢，基特！哇，基特話：今次張按摩椅仲唔係我嘅？今年未攞過啊嘛！李宗偉咁多張啦，好嘢呢球波！即係李宗偉咧，就突然間好似呢段時間，連基特出波嘅球路都已經係估唔到啊！係咁啊，即係好似出咗去啊！咁啊，就算呢啲咁嘅世界最頂級嘅運動員都收唔翻啊！哇，好防得基特！突然間連基特個防守係好咗好多。
波又碌網嘅話咧，就真係李宗偉，我諗都隨時都會投降啊！咁但係見到李宗偉都幾兩難係咩咧？佢今日手風唔順，想話啲波打翻入少少啦，但係打翻入少少咧 ，Peter Gay 今日嘅防守又頂得到喎。嗱，剛才咧就一個基特嘅錯網唔過網，即係李宗偉嗰種即係握拳咧，好似好含蓄喎，即係冇。即係第二個嗰個網前拍完波之後，就好似即係之後咧，就好似有啲保守咁嘅感覺啊！哎，輪到佢咧就碌翻一個網。嗱，今日對李宗偉嚟講咧，就真係一個考驗啊！即係本來咧就係一致公認嘅大熱門，突然間咧就個形勢咧就並冇佢想象中咁順利。而且而家咧就個形勢咧係可以話非常之惡劣，睇下佢頂唔頂得住啦，可唔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啊，即係保住呢個世界一哥嘅呢個即係榮譽啊！追翻上嚟㗎啦，5-6。呢個又輪到咧基特係失誤。嗱，剛才基特咧真係都幾可惜啊！剛才嗰個網前，如果再碌網嗰把咧，真係李宗偉隨時會散嘅。咁而家咧就李宗偉追翻6-6咧，就我諗佢就亦都會係打翻定啲啦。相信基特嘅進攻咧，就應該就冇咁容易咧，就再一次攻穿啊李宗偉啦。哦，呢球啱啱甩過基特，終於反超前啦！好啦，呢邊李宗偉嘅教練都即係同。第二局、第一、二局有好大分別，都有啲緊張啊！好，嗱，明顯就定咗好多啊！雖然而家進攻方面咧，李宗偉都仍然好保守啊！嗱，睇睇個落點，真係唔係好夠邊啊！咁啊，無奈咧就基特呢段時間咧，亦都有少少出咗去。就算個波唔夠邊，都俾啊李宗偉咧就攻穿。靚波，佢都知唔再加速增加進攻機會就冇出路。嗱，基特就睇下可唔可以頂得住咧呢一局波。但現場觀眾咧就好似有少少咁嘅錯腳扶弱咁嘅感覺啊！咁啊一路都幫阿基特。哇！真係拿手好戲都係掉咗落網。好啦，基特又有翻啲氣息。仲掙扎到，好嘢啊！基特啊，冇啦，但系都即係值得一讚啊！基特有幾球即係該死嘅波咧，都仲頂得住啊！咁啊！我諗李宗偉自己本身都估唔到今日要打得咁艱苦，仲要隨時會有輸波嘅呢個即係危機。哎呀！咁黑咧，上到嚟打斷線，依板就應該攞分嘅，唔通今日基特命不該絕？我想都有機會啊！以李宗偉第二局開始啲咁嘅表現，即係我覺得即係有機會係偷雞成功啊！雖然即係近呢兩年都未贏過啊，我諗即係最後一次贏應該係2009年十月定11月，即係香港開賽，香港定韓國公開賽，但係跟住都未贏過。咁啊，如果基特係可以再贏翻一次嘅話咧，就即係呢位球員就更加係值得尊敬啊！因為理論上基特嗰個即係各方面嘅
能力一路不斷咁下降，而李宗偉一路不斷咁進步。咁但係如果佢成功係可以勝出嘅話咧，我相信佢會係開心到跳起嘅。波之後咧，李宗偉都冇乜動靜啊，即係好似都信心唔係好夠，係即係有啲尷尬啊佢啊，即係可能剛才第二個佢撳完之後咧，握拳嗰個俾阿基特望一望之後，到而家好似都仍然喺呢方面心理嘅個處理咧，都仍然係唔係咁好啊。翻嚟未啊？即係依下破網啊！其實呢球波如果有慢鏡睇到咧，可能基特都係碌網過啊！咁啊，好彩咧就李宗偉亦都嗱，睇睇係咪碌網？冇啊！哦，應該就冇碌網嘅。咁呢球咧，李宗偉就已經係扎定馬喺度等你噶啦！啊，如你搓網搓得咁順，梗係再搓我噶啦！係，因為三番四次俾佢搓翻轉頭咧，就被逼挑起半場波。但係領先兩。PGA 巡迴賽嚟到路易斯安那州，精英回水，奮力挑戰冠軍寶座。新奧爾良精英賽。星期五至星期一 ，Now Golf Three 現場直播。今個五月，比亞電影台《人生百態》大公開。台灣金馬獎九項提名，吳彥祖完全如夢。愛情無出路，就冇老婆做。醜女吸力求愛寶典，完美新娘。ウナギダニの。畅销4000万本漫画改编，我要努力向上，天才小钓手。宠物情深，触动我心。森田公子乌鲁鲁之森林物语。今个五月，美亚电影台继续感受光影，探索生命。金钱饱着收，晚晚送100000之外，仲有金钱日日奖。由而家起 ，Now 香港台同 Now 101台嘅观众，只要答啱头4条问题，奖你10蚊八达通日日上多啦，再加上每晚奖金，大把着数等住你。记得逢星期二至日晚10:07准时玩 ATM 金钱啊！申请 Now 101台，即打2888-1888，或按遥控器嘅红色掣即时订购。都就馬來西亞教練方面都比較緊張，好少河咁緊張，會唔會就係話喺呢次賽事咧，林丹唔參戰咧，李宗偉嗰個心理準備其實就冇以往咁足咧？即係其實佢第一局咧都做得幾好啊，咁啊，即係收放係好自如，即係整個心態方面嗰個調整咧，就真係做得好好，就自從。即係一路我都講咧，嗰個轉折點就係嗰個網前大力拍落去咧，就俾基特望完之後咧，跟住整個即係心理上咧，好似即係唔係話好想去即係咁全力咁樣去打啲咁嘅感覺啊！就算贏到一個，呢球波有啲爭拗啊！哇，跪喺度求呢個球證啊！基特好嘢，一識得利用呢、這個。